我现在拉一车生蚝在广东吴光港码头这边，这里的工作人员要我交费，不交费不让我出。其他的收费站拉生蚝可以免高速，到你这里就不可以。所以说我跟你说了，我按我的站领导来。你自己有知道多小吗？是养殖蚝。他这里的工作人员就是故意刁难我们。头苗的话就是不可以走那通的，因为那个交通部那边有发那个那通的目录嘛，然后毫苗是不在那个免费的范围内的。不是说生蚝不给走那通，应该是现场他们是判定那个是毫苗的话，那是不可以走那通。他们判到毫苗的话，是那个毫苗不是还吸附在那些什么木棍啊或者石头上之类的，这种就属于是毫苗嘛。